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老师邹新贤。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冬奥会比赛场馆之一五棵松体育中心，我将带大家近距离的去体验一下冬奥场馆。五棵松体育中心呢，位于北京市西四环五棵松桥东北角，总占地面积呢是28公顷。那么五棵松体育馆呢，修建于2005年，以2008年竞攻。2008年奥运会期间产生了4枚金牌。那么2008年奥运会之后呢，作为临建场馆的棒球场地呢就被拆除了，那么打造成五棵松体育中心配套的商业。非常美观，实际上它也是极具遮阳效果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槟榔花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设计是非常独特的，再加上配备了最先进的制冰技术，所以即使在露天的情况下，它的冰面在摄氏30度的时候依然不会融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冬暖夏凉、节能环保、超低能耗已经成为了槟榔花的名片。我们呢现在呢是从这个场外进到了场内，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场内现在还有这个我们的安装的工人正在调试相应的设备，所以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会有他们调试设备的相关的声音。要说这个五棵松体育中心呢跟冬奥的结缘呢，实际上可以追溯到2004年。
共享和科技的原则呢，在满足北京冬奥会半赛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冰栏转换兼顾赛后利用。那么五棵松体育馆呢，改造工程呢，实际上是在2020年四月启动的，那么中间历时是8个月，也就是说实现了当年改造当年完工。这里头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的2004年我们就有相关的预设，那么也就是说有相应的制冰系统和制冷系统的这个设备的安装。它的制冰技术呢，是采用目前全世界最为环保的铝材料。那么制冷部件呢，是全密封的。它是冬奥场馆首个使用二氧化碳，直冷制冰系统。那么它跟传统的制冰方法相比呢，综合节能这块呢，可以达到40%以上。同时呢，这个二氧化碳直冷系统呢，还可以保证冰面各点温度一致。那么它可以使冰面温度恒定，质量更优。它也没有任何污水排放，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呢，场馆维护还配备了不伤害冰面的清洁车辆。那么在扫冰屑、除水等作业的时候呢，就不会对冰面造成损伤。可以说呢，这一冰栏转换降低了成本和转场时间，而且呢，这一转换技术是可复制的。好，今天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头了。随着这个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的投入使用以及冬奥会的举行，那么五棵松体育中心呢，将会成为北京冰上运动的新地标。改造后的五棵松体育中心呢，将发展成为包括篮球公园、冰上运动中心、文化广场等在内的文化体育综合体。那么它将成为首家冰篮双主场体育场馆，篮球、冰球、文化演出三种形式可自如转换。那么也将成为带动京西体育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老师邹新贤，我在五棵松体育中心，让我们一起期待冬奥会，我们一起向未来。